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？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吧，就是挺纠结的。我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嘛，真的就是说实话挺不容易的。嗯。然后他就从来都不关心我，也不照顾我那种。但是我又觉得就是这么多年了嘛，就从初中认识，我俩都知根知底的，我就喜欢这种简简单单、干干净净的这种谈恋爱嘛。然后，可是他就不关心我，我就觉得他真的不如之前对我那么好，不喜欢我了。他之前也没对你怎么好，除了我听他替你出过一次头啊，之后我就没觉得有什么事儿了。他给我拎东西啊，吃饭啥的他也会依着我，喜欢看啥电影他也听我的。还想跟他交往吗？说实话，我想啊，我感觉平时都挺好的呀。那今天他为什么这样？他就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他了，我觉得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啊。你没变心啊？对啊。啊，哎，好主动的一个姑娘啊。我觉得我主动好多年了，他……那你接着主动下去吧，别纠结了啊。